哇，你的船上面也会载沙子哎？对啊。对啊，里面也有沙子，怎么里面外面都有啊？嗯。你是什么船？我是那个。是啊。哇，他怎么吃饱了啊？你看他的肚子都是沙子，然后掉到那个，你给他倒到那个里面去。那个碎石机上面，对，要到这个碎石机上面。哦，哇，好像在做煮咖啡啊、哦！哇塞，他可以吃太饱了吧？嗯，他吃太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出发，再去装很多的沙回来。在像你刚刚那边深潜到很深里面去装沙，这下你跟这个阿妹妹在这里继续玩沙，阿妹妹的手粘了很多沙，哦，那你的手呢？手没有。没有啊。咻，咻。玩沙子很好玩，超级好玩。吴信义玩沙子，哇，潜到下面去了。还有遇到螃蟹吗？有蟹，那个是蟹老板吗？还是海绵宝宝？Go！ 你要在沙子里面游泳哦。